感觉有毛边儿似的。还行，可以接受。这个看着还可以，但起码没问题，那个形状能看出来。这俩还真是亮的不一样。这个就是那个亮。是。这什么度高？这什么度？我也不知道。调到2.5，我觉得这种不一样，就这个用的是这样。对，起码这个你能看全啊，是什么东西？光就可以，因为起码能看见人的形状，知道怎么回事。刚才是亮点啊，就胸上那个你看见。一到这种暴雨，人就